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。故事的结局只剩下了苗族阿妹翠翠在孤独的等待，而湘西的苗族同胞则是勇敢的追爱。我们为你湘西的原创作品《苗族歌舞追爱》曾经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，再一次证明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瑶族，去看一看瑶族的姑娘们、小伙子们是怎样谈情说爱的。
家。是，爱情探险的人类智慧，远古文明历史折射出人世百态，终身相依、生死相许的爱情，已然成为最朴素的智慧书写，对爱最高的评价。他们进取诸身，云取诸物，用自然界最常见的植物马桑树和灯台树来爱。
怎么样，还看得见吗？看不看得见？摇头。啊，行，不问了。征求一下朋友们的建议啊，下面这个表演由这位美女戴上面罩完成的掌声有多少？由苗族安的戴上面罩完成的掌声大喊声。 好的，谢谢二位经验的表演，提醒大家此类表演非常危险，轻舞模仿，尤其是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模仿啊。好的。 没关系，还有我们的下一轮跳苗舞。微博为四位先生展示一段苗族舞蹈，先生们、兄弟们，好好学，稍后由你们来跳，准备开始。
几位学会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没学会也没关系，现在您我带着四位一起跳，稍后我们再次一起评出一位冠军。欧布巴 ，This time 美哒。一定要跳，跳起来，我们就发奖品。Ready？我们从一号开始，支持一号小帅哥的鼓掌。好，支持二号憨酷无霸的掌声。好，接下来支持三号大哥的掌声。最后支持四号大哥的掌声在哪里？已经把裤子穿上行不？对，就冲着掌声，应该把裤子穿上。好了，由于这位兄弟出色的表演，获得了冠军。恭喜恭喜！你在接奖吗？来，耶、！OK， 刚才我说了啊，冠军将获得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，这份荣誉就是你一个人在这儿跳一段，跳得好就与新娘现场拜堂，跳得不好就与媒婆。请大家抓紧时间对号入座，并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小孩。为工作原创者的知识产品，请拍照摄像。请大家注意剧场内消防仪式，吸烟的朋友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，请到吸烟区。谢谢您的合作。去年十一月，一台大戏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，国家文化旅游重点推荐项目，中国文化品牌三十强，原创民族节目《真爱》荣登2012央视春晚，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魅力湘西赞赏有加。创新引领，魅力加速。作曲家王源平用艺术执着创作不朽传奇。音乐制作汪仔以激情节拍高奏民族和谐。音乐总监刘欢用真情真意演绎湘西天籁。湘西张家界真的是我这一生爱开始的地方。欢迎观看冯小刚导演、京东集团投资、魅力文旅出品《张家界魅力湘西》。
士们、先生们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魅力湘西，我是白族阿尼。首先要祝朋友们一秋、二秋、秋秋、三秋、亚一秋、那亚一秋、秋上加秋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祝大家在我们张家界是这也好那也好，好上加好。白族话当中秋就是好的意思。收到祝福的朋友们来点掌声，秋不秋？谢谢。我这位搭档啊，是我们张家界核心景区果林园旅游形象代表苗族阿朵。阿朵的歌唱得特别好，来给大家唱一个。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当我唱到最后一句结束语的时候，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大声的演唱一句哟喂，可以吗？好的，稍后要听到全场朋友们的声音，来开始。还要特别感谢一位文学大师沈从文老先生。没错，沈老有一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叫做《边城》。《边城》里面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，她的名字叫翠翠。青石板，路斑斑，春草如烟，梦中茶具。当兄弟俩同时爱上一个姑娘，爱情会有怎样的走向？在沈老行走的彼端，哥哥天宝带着遗憾，在迈出经书上的船上旅难；弟弟罗宋则怀揣愧疚出走。从此光回忆就很难想，陌上花开，情意弯弯，渡口渡走的时光，却渡不走翠翠的